十七个完美解释做女人为什么累到吐血的日常心酸事。做女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别说做一个完美的女人了。要想做一个完美的现代女性，那么你必须24小时全年无休地调整自己，提升自己。不信就来 Cassandra Calling 画的漫画，看完你就会知道做女人有多难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得小心点，不然口红就要被蹭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得上网查一查。癌症，艾滋，白血病，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我今天一定要把工作完成，不要当拖延症患者了。要不我还是先玩局游戏再说吧。咦，有条新讯息，你在照片中被标记了。护照照片，想象中的我，现实中的我，十七个未接电话，都是谁打的啊？妈，我过得挺好的。一般时刻的我，来块巧克力吧，我就吃一个。我现在在控制我的糖分摄入量，我要保持身材。月经时刻的我，巧克力海游泳中，脱毛后，哇，我的皮肤好滑啊！啊，这块怎么忘了？太丢人了。梳个丸子头，想象中的我，真实的我，又到了塑身的时候啦。刚开始，这感觉太棒啦，太有趣了。二分钟之后，我能感觉到我的屁股都小啦。五分钟之后，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要累死了。烫，聊四个小时，总算把头发烫好了，美美的。这才不到一个小时，怎么又变回去啦？他很可爱吧？你想不想抱抱他？好呀，给你。哇，这只猫咪太可爱了。好紧张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路人，你还好吗？不好，我不敢打电话，紧张死了。试衣服真是试得太累了。怎么都是这种烂款式？这件毛衣不错，我要试试。为什么？暗色系口红试色，想象中的我，涂完口红的我。你看起来好疲惫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感觉非常棒。我睡了十个小时，我还做了瑜伽。我只是没化妆而已。胸罩脱掉，裤子解开，一个字，爽。做一个完美的现代女性固然很难，我们需要应对生活的各种压力，也需要让自己时刻保持美丽。面对生活，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心态。我们可以不要求完美，但是可以要求快乐，每天笑一笑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